完这个东西，我可能就要起飞了。向全网发起挑战，这印尼风味拌面一口下去直接上头，欢迎各大博主前来测评挑战。这印尼风味真有那么厉害？今天说挑战一口气炫一盘，买了喜达和国邦联名夏日双夏礼盒，限量1000个，它里面有原味和炸鸡两种口味，整整四大袋五连包的拌面，可以跟国际娱乐拌回台玩偶。就国邦好可爱，兄弟们，胖乎乎的大圆脸，像个表情包，大家有跟他一样可爱的表情包，可以都做出来。捏起来软软的，好解压，有吃又有玩，这礼盒我喜欢。先看拍表，太多了，大家截个图，里面有面饼、调味粉包、调味芝麻、调味鱼包、调味酱包，印尼原装进口的。再看商家宣传，这些酱料是选用印尼当地辣椒酱和印尼甜酱油，还有抓娃香料油、印尼热带香料粉和卡其油脆松，面饼由加拿大进口小麦粉制成，在精准煮3分钟才最好吃，说的我差点都信了。这看着和普通方便面的面饼也没什么区别啊，咱们直接煮它个3分钟。Later. OK 了，兄弟们，挑起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还是挺 Q 弹的。等把料包放进去拌好，再尝尝口感到底怎么样。我欢喜大海，臭骨蒸味包还挺有个性的，它真能拌出地道的印尼风味吧？马上来试一下。接下来把这些酱料全部倒进去就 OK 了。有条件的可以放点黄瓜丝、萝卜丝、葱花和香菜，没条件的随便放点二楼帝王蟹就行。接下来师兄挑战一口气卷完这一盘，有喜欢师兄的点关注支持一下吧。发现师兄测评你必须得服。一边吃面一边耍大脸猫，太爽了！这面是真的又弹又有筋的，嗦起来非常爽。入口先是印尼风味的那种甜辣味，然后是浓郁的香料，多层次的口感体验，越吃越香。灵魂啊，是这个卡是油脆葱，酥酥脆脆，越嚼越香，很上头，一口接一口，根本停不下来。这一盘根本不够炫嘛！综合评价。